합니다. 现在我们要准备开始我们的游戏。各位鱿鱼们，你们等一下要用最恐怖、最让人害怕的方式加入我们的游戏，好吗？好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迈开你们的脚步，打开你们的双手，张开你们的喉咙。记住，发挥我们的鱿鱼精神。